就是小孩子篮球，溜溜球，溜溜球，玩具球，然后手套。请问他参加了什么比赛？杂耍比赛、丢接球、彩球平衡、金彩球是什么？金彩球大赛，就是他要做的任何球。救不了大飞，我救不了你。彩球，告诉我们到底他的比赛是什么呢？大赛啊！提示哦，三角锥、安全帽，然后就是宙斯，对，那个马表，就这样子。它是什么样的比赛？请问来 freestyle cosplay 握寿司。当一个艺人从头到尾一直用 freestyle 两个字的时候，代表他是词穷哦。哦，深深，你这么排进啊！你要公布了哦，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比赛？第一届大赛。收看麻辣千货传，老娘说了算。今天我们来了几位，你要让你猜猜哦。请问这个是比赛吗？它是什么比赛呢？它有奖品吗？它在哪里比呢？我怎么没有听过呢？太多吗？老师已经从多谈到了，对，不是一段老舍，不是，这就是主持人的功力嘛，厉害厉害。原来有人比这个东西，我怎么一辈子都没听过？对，原来他有奖金，哎，有钱的耶，他是乱比的耶，所以马上来喽，你们好好猜哦，好不好？我要欢迎一号出场，哦，这么辛苦，你好你好你好，你要去哪里？这里就好了，这里就好了。没想到出来是工作人员，他直接推走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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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是参赛选手哦。哦。好，你要不要先自我叫什么名字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蔡明修，来自高雄。好，高雄。高雄人。听他讲话是个性开朗的哦。嗯，很老开朗的高雄。外向的。但是到底是什么比赛哦？待会你们要写下来。桌上是提示。啊，那个安全帽是不是他是不是健身选手？一是安全帽，对不对？二。这是什么？轮子，轮子啊，那个下面轮子，轮子哈，轮子的轮子哦，好啊，这个是订书机啊，订书机，这个是打动机，打动器哦，打动机，怎么都看得到，你们视力怎么这么好？对啊，哦，打动器哦，打动器，好好，就这样子，请问他是参加什么样的比赛？请写下，这哪猜得出来啊？哇，猜猜看这是什么比赛？好，来，我让那个女生请翻牌。卡丁车、赛车、赛车、赛车、直排轮、赛车，但赛车跟那轮子有什么关系？我是看到安全帽，我觉得。那轮子呢？轮子是提示哦。轮子可能是就是他们用轮子在下面，就是不是一般的轮胎，就是这种小轮子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来来，后面这是什么？那个应该是那种办公椅的那种滑轮比赛。办公椅比赛，你在哪边听过有这种东西？之前新闻好像有报过。新闻？对，之前新闻好像有报过。有吗？有吗？好，我先看你们来翻牌。蜜蛋，请翻牌。当当。四驱车滑椅子大赛，上班族。上班族的滑椅子大赛，而且他们是坐那种下面有四个脚，然后倒退这样撸。你有听过？我有听过，日本有。我们现在先公布。到底他这几样东西加起来，他参加的比赛是什么？办公椅大赛。哦，厉害！真的有这个大赛？有啊有啊，日本有，是的，办公椅大赛。啊，有照片呐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你坐一个船是不是？是，就是我们我的装扮是。就是海贼王里面的 Mr. Two 冯克雷，然后由于是海贼团，所以我就将我的办公椅打造成船的样子。这个有两个比赛方式，一个是快，对，一个就是30公尺看谁快。哦啊，第二呢？第二再来的话，就是用这个秒数去判断，看你要参加一小时耐久还是两小时耐久。一小时就是在一直在那嘟嘟一个小时啊。三个人一队，然后一圈是大概170公尺。接力哦。接力。接力一个小时看几圈吗？对。好累哦，这个好累哦，
简单呢。你为什么想参加这个比赛？由于我从小对速度还有轮子类的竞速有相当的热情，那这样子的速度加轮子，速度加轮子就是赛车啊。对，像赛车类相关的其实都很有兴趣。那你有去赛车吗？有，我有参加过机车比赛，像国内的小绵羊或是挡车的比赛都有参加过。啊，有得奖吗？有，运气好的拿了几支冠军。哦，我没有，你们有真的有听过这个吗？有啊，日本的有。我没听过，哎，第一次听。就是我们要知道，就是这个比赛是从哪边发源来的？哦，这个比赛是从日本京都。哦，他是想说，就是一个乡镇，他们希望在这个商圈可以让活络商圈，就在地几个商家一起参赛，让这个商圈能够吸引更多外地来的人来了解这个商圈的文化。还是他只是单纯想卖办公椅而已？也没有，是由于他们就找赞助商，那赞助商就因为是办公椅，所以直接找了家具业，所以刚刚好就是各个厂商去提供他们的奖品。这样纯粹就是奖品，就是办公桌椅、办公椅子，不然大家也不知道比什么，大家来推椅子好了，就这样比起来了，还真的红了。是，没错，在日本的话，现在有全就是全日本四周这样子，有巡回赛，一年大概会有18站，四大岛啦，本州啦，四国啊，九州。训练的内容有什么吗？这个要训练吗？训练内容的话，就是看你各自的，看你怎么训练。像我自己，难怪啦，像田径类的这种短跑的训练，训练大腿肌或小腿肌。有影片啊，我们看一下。鸣枪起跑，哎，不对，是用力撸。参赛者头戴安全帽，穿上防护具，坐在办公椅上冒命的滑，结果。参赛者冲到人群发出尖叫，围观民众笑翻了。还有参赛者特地盛装打扮成忍者龟或是唐三藏孙悟空，就连七龙珠里的超级赛亚人龟仙人也来参一咖，夺下小组冠军。因为我是龟仙人，我已经在小岛修炼多年了。对，没有，我们实际练习已经练习一个礼拜了。除了台湾参赛者，日本人也组队来挑战，力压台湾地主队。办公椅竞速台南海外赛名额有限，许多民众报名不及，只能在场边当啦啦队。希望明年还能再举办，有机会下场用力撸变俗娘。记者赖冠璋、王书豪 ，SNU 小组台南报道。哇，整个改观哎，而且等我一下，而且真的还蛮危险的耶。不是，哎，就不会跌倒，不会后仰吗？会。像我在屏东，像刚刚那冯克雷，我在跟日本人比赛的时候，我第一关我赢了日本人，但到第二个弯道的时候，他就是像我刚刚说的旋转的技法，他一过那个弯之后一蹬，马上就冲到我内线，然后我要往后推的时候，我的办公椅的椅子就勾到他的脚，我就翻车了。天哪！真的，哎，请问一下，这有什么那么在意的？我只是讲解说，其实这个比赛好在意哦。这个算是有人猜对了哈。有啦，有人猜对，好，来就欢迎哈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二号推他东西哦，一样有提示哦，欢迎二号出场。啊 ，Hello， 你好。Hello， 你好。许成刚，你好。对，你好，大家好。现在一样哦，让你们看看说，生命。我在这比赛，这是什么比赛？先给你看所有的东西哈。哎，这算是束带对不对？对，那是束带，绑架用的嘛。再长一点可以绑架。就是我们经常看绑架里面绑手那个，对不对？绑架犯都用这个哈。这是稻草，对，那是稻草，干的稻草。这个是？那个是绑铁的工具。绑铁。对，那个台语叫做尿漆阿贝。尿漆阿贝。对。这个就铁线的嘛，就是它的那个，对，它的铁丝。好，铁丝，手套。对，手套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牧草。牧草。对。不是，不是甘蔗什么的。哎，不是。好。好难。啊，这是什么？那个是类似那个工业用的保鲜膜。保鲜膜。这太难了吧？以及很难。筷子。什么东西都绑的。好了，讲完了，保鲜膜跟筷子，请写下到底这个许成刚。他参加的是什么比赛？请写下。全都是绑的，这是一个很会速的比赛。好了吗？我先看后宫的面熟，请翻牌。做稻草人比赛，稻草人制作，公共艺术。我觉得公共艺术有一点道理，对不对？好，闯空门。有这个比赛吗？请问有哪有？
是因为他带的东西都很像要把人绑架或杀人之类的。我知道，用草门延出来。对对对。好，造型稻草人，稻草人拔草比赛。拔草。诚毅，请问拔草比赛是要干嘛？没有，可能就是看谁一分钟之内拔草比较多吧，然后工具给他们这样子。就是把它发到一个果园里面，就是，然后顺便帮忙整理环境。现在大家开始拔草，然后最多第一名啊，就冷清锅这样子，怪怪。收割比赛，边边嘛无下无公斤后，好了，米坦，我客观的来了，除草术，就是除草又把它竖起来。很会竖的比赛，这是空话。什么叫很会竖？是空话。很会竖啊，会竖什么？那个东西绑起来啊，挣脱有没有可能？你干嘛挣脱？那你要讲啊，到底你看，我就是挣脱啊，最短时间挣脱啊，而且要偷看别人，竖起来之后用稻草烧，稻草就挣脱啊。胡迪尼，胡迪尼就是一个魔术师啊，对不对？绑起来之后用火烧了，看最短的时间我挣脱出来，挣脱最短时间是不是生存比赛？好，谢谢。请问一下啊，这个冠军有什么东西？冠军就是有奖金10万块。十万呢？很多哎。第二有第二名吗？第二名多少钱？2、3名啊，第二名是8万。哇，很多哎。哎，去啦去啦，这个真的可以去比赛啦。对啊，但只是这种，就是这些东西加起来，目前我们一点概念都没有。为什么又有竹筷子，又有这个什么叫什么胶带？工业用保工业用保鲜膜，牧草。我也搞不清楚是什么东西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公布了。现场有人答对吗？有一个算是。哎，现场有人答对，是不是？那个公共艺术，算是公共艺术。公共艺术太广泛吧？对啊。啊，因为就是用这个材质去做的。啊，请问这叫做哦？全名叫什么比赛？它就是一个牧草盗牧草草雕比赛，这样。草雕啦，草雕，就这样，草雕啊，对，草雕，草雕，我听过沙雕、石雕，草雕啊，对对对，好可爱，对啊，还蛮漂亮的耶，那种用草来雕啊，有啊，它是一个复活岛的那个啊，这个只是刚开始而已的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同一只，同一个，全部都是同一个那个。请问一下，这就你做的？对对，那这主题是什么？主题是我是做那个复活岛神像。复活岛啊，对，复活岛神像啊，请问一下你为什么要参加这个比赛？那时候就是听到说，哎，有这个草雕用木草或去做这种方式。你以前有听过，还是第一次？第一次听到。但你有没有觉得它很难做？很难做。它提供什么？它主要提供了什么东西？它就只有提供稻草而已，就是这个的稻草。这个对，其他东西都你自己要准备。对，其他的都要自己准备啊，对啊。这个嘞，那是木草，这个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。哦，也有这个比赛吗？也有，因为它是最主要是以农业推广农业的那个艺术。哦，草雕是农业，对对，是耕作完了之后那些稻草来做一些东西吗？稻草就是要拿去喂马喂牛的，在吃的食物嘛。那我们就把它弄成做成一个装置艺术这样子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什么比赛都有哎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接下来是三号，听说。很厉害的比赛哦，好不好？我们欢迎三号出场。你好，你好，好高，好正常，好高哦，好正常的东西哦。哇，你好，没有190公分吧？好高哦，好，看看他今天的东西。好，提示是一，头发，好，假发；二，镜子。镜子，三指甲油，口红，四高跟鞋，五水杯，六衣架子。请问他参加什么比赛？怪比赛参赛者来报道，比赛内容超意外。这是小孩子篮球，溜溜球，溜溜球，玩具球，然后手套。请问他参加了什么比赛？杂耍比赛。丢接球、彩球平衡、金带球是什么？金拍球大赛，就是他们要做一个合球。救不了，大飞，我救不了你。彩球，告诉我们到底他的比赛是什么呢？大赛啊！
参加什么比赛？来，先写下。都是女性用品。好，快写下，到底什么比赛？好难，没有头绪。来，你们来，请翻牌。比喻叫做边化妆边喝水。你边化边喝水，看谁可以把妆完化的最完整，水又可以喝完。哎呦，那衣架呢？衣架吗？衣架就是代表是衣服，他要跑去那边拿衣服啊，对不对？就是啊，就是要变妆啊，变妆假人大赛。假人他是做一个假人出来，然后把他化妆啊，干嘛的？不知道很多假。这有点道理哦，比较合理。有道理。就是我做一个 mannequin， 对，就是假人，然后把妆，嗯，你一直说 display 比赛嘛。就类似那种，他不是那种外面很多假发店不是有那种头，有没有？哦，可能就是那种。假人。那你需要喂他喝水吗？他喝水是这样，他自己累了他自己喝这样。画画画，好可怕。不是啦。好牵强哦，飞。他是穿着高跟鞋，然后头顶着水。哦。底下为什么有假发和衣架？有时候假发增加困难度，那衣架比较滑。他有时候可能咬着衣架，咬着衣架车，我想看一下，有这么忙吗？指甲油呢？需要这么变态吗？指甲油啊！对啊，其实如果严格说起来，你的名字真的最近真的好红哦。是，嗯，最近可能在电视上跟网络上的曝光率比较高一点。你们应该知道他是谁吧？四大运不是篮球转播吗？对，英文他哎，翻译员哎。对，不是一个女生很漂亮吗？对，就是她，一个模特儿，就是她，陈永欣，你好，李姐你好，欢迎欢迎，你好高哦，这个是什么比赛？是模特儿比赛，它是一个电视节目，叫做《亚洲超级名模生死斗》。哇，太节目太正常了吧？这个，我看这个你们不知道了吧？我知道了，我知道国高中亚洲的对不对？亚洲的一定要看。亚洲版的，这第几季？第五季。第五季，我知道那个阿 Kimi 也有去，对不对？对，他是第三还是第四？第三的样子，有印象。哇，哎，你们起鸡皮疙瘩，对不对？他在里面呢，我有印象了。而且里面是全程讲英文。嗯，对，都是用英语沟通。哦，很强哎！啊，你英语为什么会这么好？妈妈花很多钱，然后自己也有兴趣，对，就是会想把英文学好。哦，他好到什么程度？你说四大运你是做什么翻译？嗯，不算是翻译，他就像播报，就是篮球项目的，就是可能比如说现场正在进行比赛，然后我要先介绍球员上场，嗯，然后为了要让就是现场的观众可以也及时进入状况，所以裁判手势一出来，我的声音马上就要出来。你要很兴奋吗？很兴奋哦，对啊，就是可能人家那个棒球什么徐展元有没有？他就是我要哭啦。要做到这么热血，我们不需要这样，就是我们只要就是让现场的观众稍微知道现在到底进行到哪里，然后可能如果说比赛战况激烈一点的话，就会语调就会上。那个谁，孙生跟那个大飞来出列，我们借他一颗球好吧？借我们一颗球，要转播喽。好了，篮球赛要来了，哦，篮球赛来喽，有海滩对球，快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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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裁判在比手势。快讲，不管不管，我们要今天讲，快点讲，他们在干什么？他们在干什么 ？Players cuddling， 场中拥抱。篮球赛，不弃权弃赛。还有一个比赛，刚讲说超模生死斗，对不对？亚洲，听说那个评审对你特别，就是已经。你就要不懂，已经点你点到快疯了哟。嗯，对，我一直没有达到他的期望，就是像有拍一组照片，他是我在浴缸里面，然后一开始我进去，他就说就是尽量摆出一个你很放松、很享受的状态，然后我就开始就拍没有多久，他就说你好无聊哦，他说你好无聊，我快睡着了，他用英文跟我讲，然后。就是我就很慌，因为我意思你太松吗？对，还有点太松了。就是我的身体状态是 OK 的。我先看一下照片，很美啊，很美啊。对，就是这组照片。然后那个时候就有另外一个评审主持人 Cindy， 他就来跟我说，嗯，你可能要再多注意你的眼神，你的身体状态是 OK 的，但是你的眼神也太放松了，所以你要想象自己就是在度假，然后你是眼，但是眼神要出来，你要透过眼神。哦，你刚开始没有眼神。对，他觉得眼神肯定有点死，眼神死。哦，你是真的在放松就对了。李毅现在对镜头做放松的表情，但是又要有神要。
放出去放电。你鼻孔会用力呀、啊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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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身松的出力哦，松的出力，让我看到你最松的一面。松高乌雷，松又有神。是哦，你看他表情是松的，但是他在每个末节从头到脚趾头是出力的。你看他脚，这就是模特界说的，就是你可能感觉好像是松的，有没有？他这次拿第几名？拿第五名。哦，不错啦，不错啦，哎，掌声鼓励啦，亚洲哎。整个亚洲比哎，太猛了，对不对？厉害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啊！先谢谢你哦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谢谢永兴。怪比赛参赛者来报道，孙生却无端中枪。提示哦，三角锥、安全帽，然后这是寿司，还有个马表，就这样子。它是什么样的比赛？请问来 freestyle cosplay 握寿司。当一个艺人从头到尾一直用 freestyle 两个字的时候，代表他就词穷喽。哦，孙生，太近了，你要公布了哦。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比赛？第一届大赛。又是那颗篮球，该不会是播报员吧？哦，你好，你好，方长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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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到底怎么比赛？哈，一，这是小孩子篮球，是不是？第二，乒乓球，这是溜溜球，溜溜球，溜溜球，这个是就是玩具球，好，这是木剑，这是羊哦。对，笑笑羊，笑笑羊，然后也是个玩具这样，玩具，然后手套。请问他参加了什么比赛？写下，全都是球啊！快快，请问他参加什么比赛？好，来，女生请翻牌。这个比赛没听过吗？丢爆九宫格，哪一颗？就是拿各种所有东西。都可以丢啊，每一颗都丢。用蓝白拖就好了，为什么？哦，哎，他讲有道理。综艺节目不都他的那个重量不一样，对，出力不一样，有可能杂耍比赛、丢接球、发明游戏。发明游戏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。什么是发明游戏啊？就是不管，反正我不懂，我就发明，他就是个发明。对，我不管，他就是发明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意思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他可能可以发明很多不同的玩法什么之类的。你看多不负责任，该你们了。拿多少球比赛？四大金钗了。就是那个手套里面可以拿多少球？就一把抓吗？也不一定，他就可以放放放放放这样。你是说过年抓糖果这样一把抓多少糖果？抓糖果就好啦，抓多少牛轧糖、巧克力球这样子？为什么要球这样子？彩球平衡，你好喜欢平衡赛，喜欢平衡，你很喜欢各种平衡赛，对不对？他就是从大球踩在上面不落地，然后到越踩越小，可越踩越小。小要怎么踩？来，金逮球是什么？金拍球大赛。就是他要做很多的球，救不了大飞，我救不了你。时间的长度都超过了，我去，金拍球，金拍球，好了，不行不行。来，回到这边，我要公布第四位到底是什么比赛喽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方程要告诉我们到底他的比赛是什么呢？剑狱 freestyle 大赛啊？什么 freestyle？ 剑狱。监狱、哦，玩那个监狱啦，监狱就这个，监狱没错没错，就这个，哦，掌声鼓励，掌声鼓励，哇，可以报名，可以报名，对，等我一下，这有什么好鼓励的？我一弄就弄上来，什么好鼓励的？这个不简单啊，真的不简单，这不简单，不简单，再次再次，这不简单，有些要弄半天都弄不起来啊，没有，他真正的是好像是旁边那根吧，就那个啦，那个，就你现在旁边下面有一个，下面有是这个，真的比赛是这个，这是我去那个比赛迎来的奖品，然后全台湾冠军吗？其他奖项我那时候 freestyle 只有八强，好漂亮哦 ，freestyle， 你有 freestyle 吗？这有 freestyle， 这个别的吗？有 freestyle 吗？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可以，唐唐先，我觉得这个还不错，
这个很漂亮哎，这个很漂亮哎，真的太严格了啊！这个，请问一下，就是这个比赛的是比赛中几个是不是？没有，是看他的花式。有分 freestyle 跟指定赛跟速度赛，然后我指定赛跟速度赛都拿亚军冠军。亚军冠军。对，可是我 freestyle 只有八强。哦。freestyle 冠军有日本 freestyle 大赛的来回机票。哎呦！请问他在哪里比？他在台中，今年是在台中。台中有在比这个、喔，对对对。啊，你在哪边看到？在网络上看到，就是其实台湾的竞技玩家其实还蛮多的。啊，你本来就在玩这个吗？我一开始是跳舞的啦，然后刚好看到学弟用这个对音乐，我觉得超神。这个对音乐哦。对对对对对，可以。好，那我看你比赛哦，看你表演可以吗？好好，没问题。好，先看你表演，来来来来来。他这有得奖的，加油！好，鉴于 freestyle。哇塞！哦，他是一个跳舞啦，好厉害哦 ，dancer， 然后加了新的东西，嗯，好帅，哇，好帅，哇，好帅，哇，可以可以，超帅的，哇塞，这一次要进去都不容易耶，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我觉得其实 OK， 他先帮我记得，欢迎加入我的战队。哎，是我的战队。我跟你讲，你直接这样子，我看看，那个就是困难的，对。没错，最困难就是上去就要上去，一次就要上去。一次成功的最难。哎。哇！这个对啊，一个小配。我可以借陈永新的手，陈永新试一次。是吧？你懂了吧？所以有比赛这个就是时间内吗？好难。是有算几次吗？比赛如果是有三种嘛，其中一种是说可以进几次吗？基本上进几次那算考试啊，考试，对对对。然后比赛的话，指定赛就是他会在他旁边的荧幕上出现一个招式，对，然后两个人必须可能其中一方做成功得分这样。哦，还是算分数的，不是光进去而已，你还照那个，哦，这么难哦。他们很多招式名字是很酷，然后什么世界一周是，哇哦，放这种车哇。哦，而且是这边也可以进，对不对？这边也可以进，这边也可以进，就很多点都可以进就对了啦。哇啊！这招叫什么？世界一周，世界一周，对，哇，你厉害耶！没，因为我以前原本也想要练这 freestyle， 后发现练不起。哦，反着！哇塞！哇！哇！好厉害！见缝插针，对，有洞就钻，对，好会放进去啊！很厉害，无视放进去，很厉害，好好好好好，真是好，谢谢谢谢谢谢方程。接下来我们要欢迎五号出场。哎呦！啊 ！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叫 Astor， 好，这应该没相关。这三角锥提示哦，什么比赛啊？三角锥，这是芥末吗？还是什么？这应该叫什么？芥末。对，这是芥末造型的。哦，头安哦，安全帽吗？对对，是的。安全帽。这是。然后这是。这是什么寿司？对，就虾寿司。虾寿司。对。And 一个码表。对。And 一个码表，就这样子。到底它是什么样的比赛，好不好？这些全部加起来。好了，所有请写下这是什么样，什么会，什么比赛嘞？写下来。好，请翻牌。吃很多芥末的比赛。吃芥末障碍赛，吃寿司障碍握手，就是他要戴着那个头盔，他看不到，然后去绕一圈那个，然后边绕边握寿司。骑寿司比赛？怎么骑呀？什么啊？因为他有一个安全帽，然后又有一个那个安全的三角锥，安全的三角锥，会不会是骑三角锥吃芥末？四大密探来吧，翻牌。站在三角锥上面做握寿司，对，边吃边跑，对，对，是自己说对，对是什么意思？对，自己加一个对，我十分肯定，我不要，边做边做寿司边平又平衡，你不平衡会死掉吗？啊，就
有那个障碍三角锥，他可能是要骑脚踏车这样子钻那个三角锥。所以你说要骑脚踏车，或是溜直排轮？是啊，寿司呢是吃吗？没有握好。那就是跟我差不多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但是我没有没有，它是轮子哦。哦，我是站在上面是平衡。Freestyle cosplay 握寿司。对，没错，他 freestyle 就是他要就用三角锥，然后这样跳很多 freestyle 障碍。cosplay 就是他要扮成寿司的样子。当一个艺人从头到尾一直用 freestyle 两个字的时候，代表他就词穷咯，他就没有想法咯。哦，孙生，你这样才才俊啊！你陈永新是不是？一直 freestyle， 什么都 freestyle， 真的。对啊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你一凡，这个好难。一凡哦，好，现在你要公布了哦，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比赛？你看，先告诉我，冠军得到什么？冠军可以获得奖金25万。哇，这么多，太高了吧？我们该去报名了。哇，谁要去炒掉？报名。好了，公布正确解答喽。请问这是什么样的比赛？我参加的是第一届索马飞车大赛。究竟是什么怪比赛？答案竟出乎意料。提示哦，枕头、餐巾纸、水壶，这个是清洁剂，床单、被单吧？请问它是什么比赛？饭店清洁比赛、客房速度赛、梦游比赛、折棉被大赛、睡醉酒。睡睡觉，如果他真的一睡不醒呢？你要等他等多久？那龙岩人本就会来。好了，公布到底是什么比赛？参加全国。请问这是什么样的比赛？我参加的是第一届走马飞车大赛。走马？走马飞车？是什么？走马飞车大赛。飞车，飞车，飞车。那比的是什么造型呢？还是他除了比赛造型、比赛创意之外，他还有比赛竞速，要在那个时限内跑。造型、造型、创意跟竞速啊，还有速度，对速度。对。所以下面它是什么车子？对，脚踏车吗？还是什么三轮车？他其实主要是说要有。你们自己的团队打造一台无动力的车辆。无动力？是的。所以它需要几个轮子吗？有规定吗？有规定至少两个轮子以上。有影片哦，好好看影片，看影片比较快。好，来请看。这是闪电霹雳车哎！它需要安全帽啊！只看到安全帽在车顶。所以这个是竞速。是从山顶下来吗？他说从转弯怎么办？转弯就是你就要靠你的技术，然后你要跑适当的线位，他才会顺利的过弯这样子。啊，刹车是什么？是用手还是脚？我设计的是用手做刹车这样子。手刹车，哎，一个人在里面。当时我是一个人在里面这样子。哦，你们这团队就你一个人？没有，我们这个团队总共有四位。啊，其他三个把你推出去。他们负责推，我负责把他驾驶到终点这样子。哇，你是赛车手，是的，是好厉害哦！奖杯啦，看一下，哇塞，金奖，对，2014年台湾自行车节哦，自行车节系列的活动啦，是的，走马飞车，代表说他现在第二年还有办吗？他目前2014的嘛，对2014，那他从2014第一届办了之后，每一年都有在举办，现在还有，今年也有，今年也有，你有再去吗？今年我们也筹划中，可能会继续参加这样子，加油。赢了再来好不好？再拿20万再来告诉我们好不好？谢谢谢谢谢谢，哇，谢谢。那接下来我们欢迎6号出场。哎呦，这个是 ，Hello 你好 ，Hello 志文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黄志文。黄志文，你这是什么比赛？好看，先看一下哦，提示哦，枕头。哎。卫生纸，这是算餐巾纸吧，对不对？餐巾纸、水壶，这个是清洁剂，这个是床单、被单吧？请问它是什么比赛？请写下。这太难了吧？这个好猜吧？边睡边平衡。这是什么？快写下，有没有？有没有想法？这是什么？Room service 比赛，
Yes. No, room service 就是一个 service， 打扫饭店。哦、oh, ，有点意思哦，有点意思哦。打扫饭店清洁比赛，客房速度赛。嗯，好，没关系，你慢慢写，我不想看你的。我好了，不用，真的，我真的不用看，我真的，你真的不用勉强。不是他写什么了？哇，我们是会剪掉，不一定要。他学我逻辑，你看啊。我是梦游比赛耶。没错，太梗对不对？老娘硬要看这些。没有，我买跳呢。你梦游起来，我已经主持到第四场了嘛，就跳了。你要完成倒水，很难，好不好？我真的有一个有逻辑的人。好好。总算有个逻辑的，折棉被大赛，对，来，睡最久，平衡大赛，睡最久，睡最久比赛，睡最久或是看谁先睡着，还有水壶哎，对吧？你看，但是那什么叫如果他真的一睡不醒呢？你要等他等多久？那龙岩人本就会来，这个逻辑上面，我们两个要合体，睡最久洗茶壶大赛。洗茶壶，对啊，他不有个茶壶，然后他跟枕头呢？好了，公布到底是什么比赛？我是参加全国餐旅服务竞赛的枕床大赛。枕床，枕床，整理整个床啊！枕床就是我们铺床啦，铺床啦。所以你是学什么的？我是餐旅服务观光科，对不对 ？No wonder， 对不对？所以你一定要会铺。但这个有什么？算时间秒数。对，速度跟它的美观整齐。你有拿到冠军吗？对，奖杯在。哇，你是冠军来啊 ！Oh my god！ 那是什么杯？哇，这个是奖杯哎，对呀，非常有特色的奖杯。真的奖杯？那真的是杯，是奖杯，真的要写字哦。什么 A 十二，什么校际杯什么的，有，里面有字哦。好，这样子，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折床到速度有多快。我们找个人来比赛好不好？哦，整哦，现场就来现场吗？对，现场有床，有床，所以我们是你要就是一个一个来，是不是？一个一个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现在你看让办这样子好不好？他们两个折一床，啊，你折一床可不可以？好，应该是哇，我们两个对他一个看不起我们，不是，我是说李毅跟陈志熙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是说那两个女生，女生总是比较厉害吧？对啊，你确定女生怎么会很细心？好不好？你们先来，你们先来铺床，这样我看你的时间，然后他自己独立做，然后我们来算时间。你们先来铺床，这样我看你的时间，然后他自己独立做。然后我们来算时间，就是一般的床上有什么东西，应该都知道，床单、被单、枕头套四个嘛，对不对？知道了哈。你们是妙管家哦。计时开始，快快快，你们可以分工，可以的，一个铺床，一个做枕头啊，分开啊。哎，好忙碌啊，他们。哎，后面大飞要帮忙收音。哎，妙管家，快一个铺床啦。你们不要两个都在做枕头啦！曾志熙他已经弄完两个，你一个都还没弄好。赶快，赶快来！哎，你丢这样子，你不自己找自己麻烦吗？先帮我暖床，帮我暖床。我就换麻了，曾志熙在干嘛？来来来，我帮你。谁叫你要乱丢东西？哦，你要拉到什么时候呢？志熙连塞枕头套都超久，你们枕头套丢床上，好没有逻辑哦！快快快快快！动起来，动起来！好，厉害哦，厉害哦！基本上算可以，但是有点乱。速度！真的现在没做到两个枕头套，哎，真的是好可怕哦！李毅是那种很躁郁的玛利亚，哎。李毅现在什么天赋？李毅现在有一种带男朋友回家，爸爸要回来。对，而且强迫症很厉害。对。曾志熙在干什么？曾志熙，你不要装忙哎！帮忙找拉链啊！你有点在精神边缘。我觉得他们今天会吵架，我觉得他们会生气。哦，曾志熙找到了，真的，多久时间？男朋友步步逼近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床单很难哎，床单很难哎。
哇，哦，他转过来了，他转过来的，哇，转过来的，他那个女豪姐，转过来，他反馈代表他有点手势哦。两分钟，女汉子真的。不要动，不要动，我不要动。你也有当过兵啊？交给我，交给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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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要闹，不要闹他啦。交给他，哇，好强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拉链拉起来，拉链拉起来，快！哇，不愧是有当，而且要整齐哦，要好哦。李毅是个好妈妈哎，好女孩哎。对，可以盖，盖，盖，盖好，盖好，盖好。你只在旁边鼓掌是不是？真日系，你要旁边要把它整好啊，边边，真日系边边还没好。如何如何？不好不好，没有完整，没有完整，脚脚没拉好，脚脚没拉好，防护要做得很好，脚脚做得漂亮。这所有细节要注意到，要迈向哦，要迈向哦。好了就举手，好了就举手，举手停。好，这样归专业组喽。宠物比赛冠军哦，志文一样哦，他是2分54秒，我相信你会比他更好，好不好？看你的成绩喽，来计时开始，看看专业的，看看专业的，哇，加油，志文，慢条不急不徐的，慢条斯理耶，他比赛好像也是一个人哎，很沉稳，嗯，沉稳沉稳，沉沉稳稳的，而且听说他一拿到比赛，马上台湾很多的饭店马上要招揽他，真的，马上延揽。他还在考虑要不要去这样子，哇！马上哦，开高价找他。哦，你看他没有马虎哎，你看他细节。哇，他好像有哎，差很多。当然，因为这套花色已经算丑了，真没有好好做，真的，我这套花色并没有特别的好看。哇！哦，看他特殊的地方。快快点！好，另外一种，另外一种，他把折起来，他把折起来了。我要学一下。妈妈们学一下，我看他怎么把床单的话放进去。他有一个技巧，感觉。他是先对折一分钟哦。如果志文跟李毅结婚的话，是谁会做家事？哦哦。哎，他也是反，先反过来。对对对对对。反过来，都抓对角。但是整个感觉好像李毅的比较炫哎，你走一个花式，花式，花，但是炫不见得盖起来舒服，他必须盖起来舒服。自己在家的话，对他把对角，哦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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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哎，哦，嗯，没有，我觉得他很兼顾到细节，不然。如果没有铺得很平，有没有睡起来就会有一边是空空的，对，凉凉的这样子，枕头不被子很容易就跑到一边。哦，现在听说很多人两分钟哦，能不能？志文现在是不是有压力了？不会，我觉得大概他就说，如果他比赛的话，大概4分钟，但要做得很完美。对，啊，你们2分54秒做得很烂，没有用，不好，做很快但没分数，他就说他分数是零啊，哎呦，哦，细节，你们刚没有那个，对，你们只把它丢进去，枕头要松松的才舒服，对，哦，他把它还叠在一起，对，你们看到你刚刚在做的时候是把先放枕头，然后丢到床上，到床上又一团乱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它是有节奏的。所以先铺完床，3分钟。他其实还是很利落。他很利落，哎，如果说一间房间只要用4分钟、5分钟的话，哇，一天可以做几间房啊？嗯，对不对？很有效率啊。对啊，所以为什么说他刚刚拿到冠军的时候，就很多的饭店都来延揽他了？哎呦，哦，好漂亮，小漂亮，好了。哦，摆事摆事摆事，要完成，好，完成完成完成。你们自己老实说了哈，今天让你们几位当评审，你觉得哪个床铺的好？志文，志文对不对？谢谢，对不对？
而且利落。去饭店或民宿，就是进到看进去看到这种床会好一点。先看床，对不对？床舒不舒服？嗯、对。好啦，今天真的最好玩就是不管怎么样，这也是个比赛啦，对不对？有奖金啊，也让我们看到说原来他们有这么多的好玩的比赛。嗯、下次再来好不好？告诉我们说你们有新的比赛啦，什么好玩的，更多的花样，再带你们奖金跟你们图片来好不好？谢谢你们的时间关系，谢谢所有的朋友，谢谢。有事上座，无事退场。Yeah.